真朋友剧组目前正在上海进行拍摄。近日一组路透照流出， Angelababy 此次在剧中饰演售楼小妹，身穿一套黑色职业正装，系一个黑色领结，手中拿着一摞客户合同，拿着手机与房客进行沟通，还不时回头与同事交流，看起来干练飒爽，精明能干，是一个正在认真工作的职场新人了。从路透照可以看出，留着空气刘海的 baby 少女感十足，皮肤透亮尽显婴儿肌肤，小巧的脸庞和精致的身材十分亮眼。 baby 的生图一向能打，无修图扎画纸也无法阻挡这一出屏幕的美貌。虽然此次路透照 baby 的美貌抢眼，但是粉丝却把目光转移到她的衣服上。原来今年五月份我的真朋友剧组官宣的时候， baby 穿的正是这身黑色套装。眼下剧组拍摄工作已经过去3个月， baby 身上穿的还是这套衣服，再放出来的物料路透照中还是能找到这套衣服的身影，难怪粉丝纷纷表示求求剧组给我影换个造型吧。入夏后上海已经进入了酷暑时期， baby 这么炎热的天气还要穿着黑色长袖套装，别提多热了，小姐姐也是在认真敬业的拍戏。